听说好像上礼拜有人好像蛮厉害的，所以我们第一组的成绩是1150秒，2分钟就好了，2分钟好。好，第一组2分钟，然后第二组2分5秒，第三组2分10秒。好，没关系，如果你们慢下来的时候，那个我们的那个离跑也都很厉害，都会帮你们调整。啊，如果你们觉得太慢的时候，你们就稍微往跑一点点，他们也会调整。所以看你们个人的那个感觉来分组。好，然后第一组的话，我们先请助教先出列了。第一组的助教，好，要跑第一组的，我们就跟在助教后面喽，跟在助教后面。好，第一组的，好，第一组的先往前站哦，因为这个距离比较短哈，只跑一圈，所以呢，第一组先出来。好，第二组的哈，第二组的助教请就位了。第二组，好，参加第二组的请往前跟随了哈，先往前跟随。第二组的，2分5秒，2分5秒，但是助教会配合大家速度来调配哈。第二组的。好，剩下都是属于健康组的，对啊，全部都第三组啊。好 ，OK， 好，那第三组我们速度有没有需要再调整一下呢？大概2分10秒，没关系。好，2分10秒啊，第三组2分10秒。教会随时注意你们的情况，对，你们不用担心。好的，那我们3、2、1，第一组就出发了哈，预备，好，3、2、1 ，Go， 加油！好，第一组出发啊，第二组也预备了哈，第二组一样3、2、1出发啊，来预备，第二组的准备啊，3、2、1，加油，出发，好，第三组，好，不是直接冲出去了哈，好，第三组的请准备了，一样3、2、1出发了哈，来预备哦，好，第三组预备，3、2、1 ，Go， 加油，好，第三组的速度啊，不是直接加速了哈。大家那个只要听到出发就直接用100公尺10秒的速度往前冲啊，这是错误的一个示范啊。